大家好，我是阿聪，我的频道是介绍运动相关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下方订阅。今天来到台南嗨翻综合体能馆，看场地主要有一楼和二楼的抱石攀岩场，一楼室内上攀场，自由重训区，另外还有极限体能挑战区。今天最主要是来体验极限体能挑战区。先来试试鲤鱼跃龙门，原来以为，结果是就在那一瞬间就失败。
头痛死。搞定啊！收藏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